再给我去搜！队长，没找到。人找到了吗？站长，还没有。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，连个人都找不到。郭队长，兵强强一个，将怂怂有误。你们行动队就是一群酒囊饭袋。站长，请放心，挖地三尺，我也绝对把这人挖出来。别给我表决心，我要的是结果，人都抓不到。 扯什么都白搭。站长，雨竹，人找到了。这些人确实狡猾，藏身的阁楼非常隐蔽。我找到他们的时候，正准备收拾东西逃走了。再晚到一会儿，人就带着这录音带去南京了。那人呢？人已经被我绑起来了。去阁楼抓人。是。雨竹，我的身边多亏了有你。 陈部雷是委员长的文胆，雨竹，你就是我的文胆。孙站长，我怎么能和部雷先生相提并论呢？怎么不能呢？今天这事儿，如果不是你先推断出了他的藏身之地，抓到了人，我和樊先生、毛局长，明天就要到南京军法处报到了。时间不早了，雨竹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，站长，我等一会儿和双菊一起回去就行。 顾队长还要留下来处理一下现场，把人抓回去，秘密关起来。是，雨竹，咱走吧。嗯。